政大商学院 DBA 啊，是全国第一个 DBA program 啊，这个是一个黄金招牌的一个黄金的一个学程哦。我个人有这个机会加入这个行列啊，基本上来讲是基于天时地利人和哈。我们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连资，还有这个所谓的职位之后，一直想说更上一层楼，苦无机会哦。那所以这个一个最佳的时刻啊，掌握最佳的一个时段。再来，地利本身当然念书呢方便，对我时间的是节省啊，我家刚好住这附近。人和我早就敬仰我们政大商学院师资的黄金阵容，那的确这个如沐春风，而且也是等于我们说啊高手如云，所以深受这个这样的一个教诲，也感激在心啊。至于说在这个学习里面呢，我觉得的确我们在社会上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啊，有机会呢能够沉浸一下，也能够再升级转型，我想对社会的贡献，对社会永续的一个努力，我想这个所谓的一个期许也好，或者说这个所谓的一个影响力也好，也是更大加大。那至于说我们加入这个 DB 的这个行列哈，大家兴冲冲，哎，有志一同，而且呢，既然下定的决心，一定要有志者事竟成。所以说，在这个学程呢，规划的非常清楚，就是我们的这个上课学习2年半，再来论文啊，这个当然重要。可是，在中间呢，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个案的一个协助。那这个呢，其实是三合一，大家如果把它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部分啊，紧追着老师的这个步伐，再来紧盯着自己的这个所谓时程时间管理，我想一定可以如期在4年内啊毕业。我想这个是一个转进，对我们是一个期许，所以大家一起来啊，让我们政大商学院 DBA program 呢能够更加响亮，让我们的人生更加这个亮丽，这个是我们一起努力的目标。谢谢。